你讲右边阿松哦，啊是这个，啊，这个阿松啊，伊伊刚二十岁啊，我唔知二十岁啊。做兵出来啊？是无做，伊免做兵，伊去体检过啊，体好无只？伊有体检过免做兵啊？安尼那有较好诶。嗯，应该是，体格就是身体格不符，就是可能那时候比较胖，他现在瘦下来，可是他可能每年都要再去体检一次。请问现在设备也无几个月啊？嗯，现在没有，再过一阵子不知道会不会恢复。四点早，七分早，八卦山有比较晚开，两位早。这里是东兴市场哦，东兴市场，右敏街。什么玉儿包告贵的家鸡啊？今年哪只有告贵的？玉儿包是变几百块了？今麦250。今麦250。有倒是问伊啊，唔敢客啊，伊唔敢客啊。今麦200哦。是啊。最恐怖的哦。今年水果讲芒果嘛都贵的，因为芒果都贵了。你好，早。你等一下，八卦山现在已经开了，八卦山那边已经有在卖了。八卦山比较快了，八卦山大概5:30就开始卖了。因为八卦山那个地方的进来的路比较窄，然后你要早一点进来，不然你车子开不进来，所以八卦山5:30就会摆好了。八卦山是特别的。头家主任啊，头家主任啊，头昌路啊，北屯路跟那个、啊、跟头昌路那里啊，哎，好了，我还是去北头昌，但是一次要给他买一把，一把大概400块。今麦乃至学校啊，我刚学大理的黄昏市场，伊一只锅都卖69块啦，上个礼拜。哎，我今麦唔知偌济啊！你像你安尼坐高铁，搁坐计程车落，安尼一撮你开嘛？2000哦。嗯。我来回。这是2000啊，来回2000。高铁差不多700嘛，来回还1400。啊，你对啥拢较贵点？因六点收嘛，六点收啊，因会载我坐高铁，拢坐7:55。啊，你几点来？我这线我拢头坐11:40啊，无12:10准到。明早有需要，甲你交易一道啊。嘿啦。伊因为我拢说过，即两班的时间来回是上，迄坐车的时间是上少的。你若11:40啊，11:10。好啦，明早啊吼。嗯。你要坐啊？无吧？无安吧？我来趁钱啊！啊你看你坐车偌济？哦。啊你有啥料？啊妈，啊妈还过啊好啦。买来落去都点心情。袂啊，唔是啊，我。你好，你好，小兰你好。你刷钱啊？我就想要食椰拼盘。哦。椰拼盘的不？我最爱困啊！你这种头几点走几点？我暗时拢，因为我对土地公庙也烧香啊，无拢到7:00开始走啊。暗时7:00，安尼走12:00呢？我中场我有休息。安尼啊，对哦。安尼啊，对哦。小路伊咪西咪达，有咪摩咪达 ，Hello Hello。你好，早。
么结束会没砸？没有，喊你出去砸那几句而已。永龙，你刚才要打，你刚才要说早安吗？哦，永龙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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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回去了，好，拜拜。永龙打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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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五十次了，补你十次了。快喷雾，你现在在干嘛？你现在在补货哦。在中午早上在搬货，啊，这个好不好？哦，啊，好嘞，好嘞，好，谁呀？谁呀？下午，下午去新达港，我跟红豆吵架，跟你们看。王东东早。在哪里啊？刚讲啊。你再拿两包来。为什么虾子一定要泡水？在哪？在那里啊。这边两包啊。这边两包。因为他把它拆开来散卖啊，要么就卖整盒，要么就把它弄在一起。整捞给你，听得懂吗？要么你就买整盒，要不然就是自己开刀，开可以开水给你。它泡水才能泡得开，泡水比较快开。它等一下卖就是一千啊，可以开啊，这样卖给你。你刚才是在跟我讲话？没有啊。你刚才有跟我讲话？我刚才没有跟你讲话。对啊，夏天啊，那个。虾子会发烧，啊，要么就泡水，要么就给它吹冷气，你自己选一个，看你要给虾子泡水还是给它吹冷气，都可以。今天有什么吗？我怎么知道？有什么？你拿几只来？从来没有卖过三箱。拿三箱是整只的吗？等一下，等我拍起来。拿鲟龙鱼来。从来没有卖过人。我只有吃过它。知道它很贵，当然贵啊！我有去吃过啊。在古关吃啊，干超贵哦。可是鲟龙鱼吃起来，我觉得普普哎，我觉得普普哎。今天有鲟龙鱼啦，要鲟龙鱼。鲟龙鱼哦，鲟龙鱼哦。台东哪里拍卖直播？我之前还养过它呢。你养鲟龙鱼干嘛？台湾是中华鲟。哎，这鲟龙鱼哦，就今天在台中的东兴市场，台中的东兴市场开篮闸哦。一箱六只，一箱8.5kg。车站个红条，含着眼泪，含着眼泪，撩起你的含着眼泪，我要撩起我的乖乖。
陈武，这里是天上人间呐、啊。李军长，李军长，李军长，丁组长，好，群众与袁女神散步大路口有氧。对，原理那一个我有去拍过，我有拍过寻龙屿的影片哦，我有拍过寻龙屿的影片，我们去那边，然后从他们养殖那边，然后捞上来，然后到他们杀一杀，然后煮成一鱼三吃吧。我觉得它很可爱。我没有拍过哎，我拍过许龙宇，他抓起来，然后把他头打晕，然后。李乡早，我家早安，安仔早，查文早，光明早。哎，寻龙屿八卦山有卖猫？旅馆早安。我要问一下。八卦山有哈、哦，八卦山没有，我有，只有这边有，八卦山没有寻龙屿，八卦山没有寻龙屿，只有这边有寻龙屿。那个雪鹦鹉，金菠萝。然后富贵鱼、花鲳、蛤蟆，然后柳叶鱼、恰章跟红条、寻龙鱼，然后海基母小的，这个是真的是尾鱼哦，这个黄鳍尾，黄鳍尾小吃的黄鱼，珍珠石斑，今天有丝木鱼肚。然后那边有干贝，那边是干贝，一起走，等等等，有大火，哇，已经早上了个时间了。你以为的下午等一下去吗？要没有要紧，大树豆。
错，你说昨天这个时间你抢不到整箱的鳕鱼。昨天煮成那个是特别状况啊，不要拿煮成来跟这边比啊，煮成太扯了。两个，哇，你白带这么大只，要求很贵哎。这个白，这个应该是昂贡。昂贡哦，应该是孔雀螺。海鱼啊，昂贡。因为白带这么大只，不知道怎么卖。赢多少？黄鱼左边的是什么？黄鱼左边那个是黄鳍尾鱼。这个是黄鳍尾，这个是黄鳍尾鱼。这个是旺仔。不是啦，啊、最好是。没有尾鱼，有黄鳍。小小的，小小的旺仔。没有。小满。旺仔是黑尾鱼。对。那个尾鱼也是这样的，对，尾鱼哦、喔，大木尾、黄鳍尾、蓝鳍尾，蓝鳍尾就是你说就是欧岸城，台湾抓到就大概这三种尾鱼。那再找，对啊，东兴今天有卖比较特别的鱼，最特别的就是寻龙鱼。你只有买到 1.5 箱的鲑鱼，为什么没抢到？你可以叫你同事，跟你同事说，不然你来抢啊，很难抢不好。我抢到就算不错了，还敢说？姚宏达早安。对，应急用。鳕鱼，你有抢到一箱秀兰，很厉害哦！我记得，我想记得说那个鳕鱼，好像瞬间就没了，鳕鱼跟鲑鱼瞬间就没了。俊平哥。土神，土神，我知道土神很夸张。然后说土神地上已经压想一出日常。我们明天故事再看看哪边比较猛。危机吧，危机我了。黄达达。有肉鱼跟白带鱼对。不要咧摆无啊咧。危机今麦都欠火啊。黑鳞，我看见。我看黑鳞什么呀？你这黑种的。对啦，你种的啦。白黑鳞。你这白的啦，那是白色。要多少粒呗？你这白的，多少粒？一千。嗯，这大粒的啦，这唔细粒的。我细粒。哦，啊细粒今日无。啊，阿妹，阿妹啊。
卵丝，